之后还会啥不？除了这个把腿来到这儿这个，其实老师们可以试一下，我觉得还挺好玩的。哦，天哪！我从来不知道他有如此绝活。走后面，他还能回来，我的天哪！这个就是明显就是欺负我们腿短和胳膊短的人。不是，那是优势啊，腿短是优势啊，优势哥。好了，这组都已经很厉害了，不知道下一组上来的压力大不大？来来来，换一下，换一下。这轮啊，只要学前一个人的动作就行了。来吧，俊豪。你看他们在热身，好恐怖啊！太可怕了。来了啊！哦，那是眼神啊，要眼神，眼神。有哎，啊！第二个动作是什么？第二个动作了，摘眼镜了。啥？啊！这什么什么啊？这是这一季，我想问一下子啊，这一季咱们是招特技演员吗？兄弟，我都别这么的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在最近就这么着，我都笑了。他这个太夸张，不行。好，可以。啊！哇！好，第三个动作，我来个简单的吧，简单的扫地机器人。哇，这还挺可爱的，这个。咔咔咔咔，扫地机器人。要再更低一点，扫地机器人了吧？对。你既然扫地机器人，那我到我这儿我就来个拖布。这个节目就叫谁也别想好。你是单纯针对花花呗？对。拖布，拖布。不用手啊，用肩啊，用肩走路啊。用肩。哥陪你来。哎。厉害，看俩谁第一。哇，厉害厉害厉害。啊。加一个花花自己的动作，我就来个简单点的姐。对你好吧，刘姐。直接介绍花花的，再来个自己的。我做一个那个程程曾经做的一个，程程是我心里的丑五界代表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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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有有有有有，马里来，我自己的啊，怎么怎么啊？啊，行行，不是玛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故意跳的这么丑的，还是丽姐那个？不行，你这个丽姐的神韵没做出来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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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就宝哥那个可以做，我真可以做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哇。这样吗？两个人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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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起来了，哎呦，哎，加一个自己的，自己加一个，自己加一个，我加一个稍微难点的。哦，可以的。我加一个稍微难点的。哦，可以的。劈叉，真的吗？啊，劈叉可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太难了。那劈了，可以吗？哇！孙一浩加油！孙一浩，我们在这边加油，是最后一个。我们在这边给你加油，太厉害了！你肯定可以的。最后一个真的，加油！
加油！你做到极限吧，极限就不行吧，扶一下，怕你受伤了。看你能到什么地步。看你到什么地步，我真的很硬很硬。没事，我来。没事，我扶住你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我真的很硬，可以啊。没事啊，没事。可以吗？我松手了啊。裤子还有三秒钟就破掉了。我也是。你已经要断了是不是？那起来吧。我已经断了。好，松。哎 ，OK， 你自己加一个吧，大招。加一个最难的。哇。最后一个就很难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展示一下就可以了，后边就没有人再说了。这样队长，来，所有人到台上来，我们这个游戏呢就给大家展示到这里。